在因错失挂一副饰，伫半空中飞来飞去，就亲像仙女下凡同款。俄罗斯的女星安妮伫特别节目有精彩表演。伫半空中一直说姿势是真优美。安妮表演高空更广，甲熊妮两个人是天使甲魔鬼的组合。我们这次是一个天使。恶魔，然后我觉得好开心，我有机会跟熊妮一起表演，因为都是一个年轻的很厉害的表演者。我们这一个难度真的很高，而且安妮真的是在空中飞，然后我是直接穿着20公分的高跟鞋倒挂在钢管上，一直转的那一种。就是靠手尾来甲脚，甲迄支杠六条条，一直伫半空中射玲珑，无虾米保护。安妮讲，练习的时阵练甲规身躯伤。但是看到大家的眼睛，感觉一切都有价值。安妮跟我一样是那种对表演要求非常高的，我觉得跟这样的人合作非常开心，因为表演出来呈现出来的就会是最好的给大家。对，所以我们录音的时候，我们就一直录，重拍这样子，就一直倒挂，一直转。对，连导演已经跟我们说画面够了，其实不用，我说没有了，我要再来一次。对，就是对每一个角度都很要求。为着要有上届完美的演出，安妮甲熊妮拢一直重复这高难度的动作，甚至亲身去剪接室看因剪接，让工作人员嘛真懊恼。民视新闻台北报道。